2021年12月22号，今天是礼拜三哈。啊，今天整个台湾的天气呢，这个南方分系北移的影响，所以咱今天啦，这个北部以外，也阁是有一挂低阵雨啦哈。那其他所在呢，也分量增加哈，部分所在有那同款哈，有低阵雨发生的机会。古历行到11月19号，啊，那气温的方面，对北较南温度18度到28度哈，这是咱天气的状况，和台中朋友来做一个参考。好来，感谢啊，今晚大家进行着咱今天的节目，开始大家看新闻。来，首先咱第一篇的新闻要来个报道吼，这个国民党就是真正不长进，输不起吼。公道转弯了嘛，已经吼过了江啊呢，啊到个今嘛啊个吼沉浸伫迄个输不起的气温当中，连国家的总务省都要继续背下去。尤其这条的总务省吼，对咱青年、少年家囡仔，包括幼儿，非常重要的一条务省，伊完全往那边冲。唔过民进党吼。这道都唔插味啊，直接就甲护理党吼要通过。来这边咱甲听下看伊安怎报呢？讲因为立法院而这个国民党团呐、啊，这回来指控着政府公道行政无中立，煞把我见笑当受气，全面来固决心查明年度的中央政府的总务审案。刷地书立法院啊，八个委员会一直到到今仔日，无一个有在调人心烦。民进党党团昨昏伫议会当中展开了突袭啦，提出了变更的议程，第一道以表决的方式来通过总务审吼，对委员会抽出直接落架吼，护理党。民进党团总召郭建明伊表示呢。讲这条总务省内面有军工教的加薪，有这个玉里津贴吼啊，顶的务省面对着国民党完全无理性极端的行为，执政党有责任来主导议程安排，甲法案的处理未起好卡死的。民进党团长伫议会当中有来讲出啦，变更议程的提案，要伫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务省的公务务省部的部分，自这个委员会当中来抽出吼，直接护理托啊，因为在亚东吼啊有意见呢，啊，你欢迎副院长吼蔡其昌，伊就表示咧讲，讲到尾啊，结果出席是81人。赞成55人，反对26人，这个案件顺序来过关。立法院院长尤锡坤嘛，要伫23号要来召集吼调解协商，为怎样要直接护理党呢？郭建明伊解说咧讲，因为历史上一个无人吼有无人吼去拒绝过这个总务省的案件过，来批评这个国民党啦吼，这回公道安尼算输啦，啊，煞单拒绝协商啦，拒绝审查总务省啦，从这个极端走向更加极端去。郭建明伊安尼表示讲，总务省吼。本礼拜啊，本礼拜，而且国民党有三个委员会的信，包括外交委员会、国防委员会、司法委员会、法制委员会，包括经济委员会。后礼拜还有五个委员会在国民党的手顶就对了。其中内政委员会的召委、国民党的立委林维洲呛声讲就对了。你要搞我创这个大新的的合并升格就对了，爱心经过阮这关啦，啊那无。你的无声吼，未何你通过？郭建明就甲呛声咧讲讲，安尼咱会当吼卖吼自力自救嘛吼。郭建明伊咧讲咧讲总务省，就算讲后礼拜审完啦，做完了总务省的报告，已经嘛过外月啊，就算召开临时会，因为协商的冷冻期爱一个月、两个月，安尼就要过年啊呢。到时阵呐，连表决的机会拢无，总务省一旦无过吗？当然，阮有主有责任主导整个的议程安排，甲法案的处理，啊那无就会变卡死。这条中务省吼对公务人员吼真重要，咱啥公务人员吼，
要加薪水啊，要加薪水，啊，因为自从开始疫情开始大爆发了后的时阵就对了，公务人员，咱坦白讲，真忝，真艰苦，因拢徛伫第一线哩咯，啊，这两单，我印象当中，敢若像拢唔捌加过，对啦，已经几个三单的款，敢若三单无加薪水嘛，啊，来，你这军工搞包括军的啊，啊，强飞啊，无人机安尼飞啦，强飞啊，船啊，安尼咧说，啊，咱的军敢无辛苦呢吼，所以。这个要动这都无道理，啊无道理，都要动无要紧啦。迄个民进党咱人就较济，咱门关起来放高架人就好啊，较聪明啊。讲这句我就是爱听。嘿啦，国民党你家己爱稍微了解一下，实力的问题。对啦，较早恁国民党咧过半的孙啊是安那咧做。对。对不对？民进党嘛是爱忍起来啊。民进党迄阵，佫是算少数，嘛唔敢背家己总务上背家家这个天道，对不对？这个拖几个月去啊呢？从哪个？是。进来底啊，佫包括有迄、那个这个囡仔的津贴吧，等等。哦，所以你国民党是愈行愈极端，好。上好是从小迄个吊孝风安尼，上好是安尼。对国民党，你无该想讲你今仔后今仔日吼，你过去咧所作所为就对啦吼。你即卖跟你批评讲，民进党破坏民主的机制，创下了恶例。嗯，这个恶例恁早就做过啊。就是安尼。好好好。不离个这边新闻吼，真正这边新闻就那个，我甲注意唔是咧注意国民党，国民党本来就是生性的事啊。对对。注意着寡党甲时代力量，我那批评讲咱阿爸，这种可讲啊，这大家当做，这种感觉的，这种感觉啦。这个政治咧算吼，政治咧输赢，有那个无要紧吼，啊你讲到输，我那无甲你笑啦，对唔对？那是恁家己内底咧找正番啊，底下咧乱乱成一片，那是恁国民党家己的代志。我台湾人公道赢欢喜，我欢喜我来啊！啊嘛无甲恁国民党讲啊呐，就甲恁讲的中枢尔、共辜安尼尔。啊，但是真内底咱讲熟悉的，因到将士惊来出迄个阴影，啊，佮要当咩咧背甲中无声啊，啥物种种话，民进党真正要甲民进党讲一句话，民众互你遐侪色。就是要让你跟国民党搞输赢一下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时啊，青跟有时啊，月圆啦。过去咱做买三十年嘛，现在点点也变。是，这三十年来，对，较早国民党就正是全民拢过半。民进党哦，无开心诶，对不对？吼，安尼，所以种经营之下，咱嘛是怨叹啊，对不对？吼。想买什么话要清楚些？哎，国民党不爱就不爱啊，对不对？伊一个也救了人，同意赢啊，对不对？同意赢啊，今仔日跑，今仔日来吼。没啦，这个国民党这咱是，我一个欢喜这啦，你强这啦，讲个白听也对了。国民党你今晚我那还讲未顺了，破坏民主机制，碰啊碰的，你咋着急？你国民党的老将来到这就破坏民主的机制啊，创下了偌济偌济恶的，对不对？对哦，这你会当攻击的话啊？哦，这个哈，你看我是我看是看起来其他遐小动，但本来看起来加咱是小动呢。是个派替啊啦，要提伊个啊啦。简单讲，因遐知影提无你个票，啊，但是寡党这已经破功啊嘛，在咱的面头前是破功啊。注意这个时代力量啦！起码咱来注意这个时代力量。时代力量，我嘛感觉讲已经变成是国民党的覆水组织啦。我个人的感觉。啊，在迄个什么人出来咧？你看时代力量伊讲啊啦，是啊，什么？吴国强，吴国强出来，早了，迄种咧咧啊。时代力量啊啦，讲你个呐，时代力量党团的总召啦，伊咧讲吼。在委会既定的审查总报告的时间，因为国民党的背格。比别个主要，伊有那阵是比别无阿多来达成哦。但是国民党咧乱，啊！你民进党敢无那对咧乌白从呢？听众朋友，你听讲，你还敢听有几句啦？听无几句。警察去抓歹人，啊！歹人伫咧秘密的所在向警察开枪，啊！警察无阿多比别，必须爱阿搞回击，甲开枪的。咱边啊人家讲我啊歹人开枪，你警察就爱对咧开呢。
啊，无你是要叫警察去啊去行政治哦。所以这时代，哎呦，时代两炸都了解啊啦，差不多啊啦，差不多啊啦，起码是寡动啊，对不对？时代两炸已经拢差不多无啊嘛，别寡动提到你个时代两炸都无你个票啊嘛，但是不是？但是吼，哎，平平地你个来对吼，对时代来量，阿个算起来比较较好感觉过来，阿个比对寡动较好感，寡动这大家已经知影，这蓝白拖上面挖个有诶。蓝白河，你上个栋贵多做这几栋好了。对啦，对啦，我讲万贵跳起来做七栋嘛，啊，较好分啦，免得太多来贵。哦，把个那个分析单啦，用啦，挂栋个就，你上个栋阿龙栋多做几栋，阿别专栋主席，你开始变，开始抬，抬我未来会低些，对不对？哦，好啦好啦，啊，这个中午省这民进党，咱的协助都有够无？吼，该安那做，咱就安那做啦。啊，即卖来。好多也咧报的时阵，敢那像这个了做有哪一个开掉也协商嘛？啊，掉也协商了后呢，也搁再搁拖一两个月呢。掉也协商了，也搁再拖呢吼。所以这个中午省，中午省这个物件，你也当遐删减。哦，你当讲话，这中午省你提出来无道理，我要甲你删减偌济，还是安那样啊种种。但是你讲规个背甲参信都唔信，规个讲拖掉了，不得力啊！这本来就不得力啊！哈，咱这个有家福利的人了，对啦。你特别看清楚，国民党是这种党。嗯，这个人不一定支持，不一定支持。是是民进党，嗯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但是无唔对啊，公公教来讲，公公教是做做你国民党诶哦，对啊，哦对唔对啊，以前话咧背角啊，嗯，即马依家话咧连讲恁公公教谈阮国民党过去有遮密切咧，嗯，对唔对啊，所以乡亲是话，人爱想看嘛，想看是做一栋较对，嗯，做一栋要做靠原则，嗯，啊，所以是啊，靠有迄个公道公平了，对啦，国民党不会安生诶，嗯。伊咧即种个孙娘公公搞是因起个呢，我讲就有较大声啦吼，较黑啦，啊熟悉抖音啊，啊较早真正是安尼，较早真正我讲较早真正是有影啊，但起码伊咧个背个公公搞，对，袂见老人吓，袂见人民众袂见加薪的伊就袂见啦，小贩卖啦，是，较早恁咧支持有录音无录音啦，公公搞诶，哦对不对吼？是，哦，好啦，最后大家去做一个评判就好啊啦，哦，啊，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，生产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定位哈，祝你今日活动啊，咱愿持续进行当中哦哈。来接下来咱们来个报一篇吼，这应该算讲是国民党吼脑波。来得一支头针啊！咱知影讲这个脑部吼，你若去受伤去插对头针落，插一支头针落，你几个动作、讲话，包括你的五官的神情拢会改观。但是你若要加迄支头针安尼退起来，为了对啊，开刀你定爱处理脑部。嗯，啊，处理脑部的为了对啊啦，你若去伤着大脑的神经，会好这个人个电脑变一个较严重。啊，我听到，唔过听众朋友，你听下条，你会感觉讲，啊，脑部那系插头针，头针啊，插未到。你拿意外受伤去弄掉，弄掉头壳，头壳，迄个到哪里边吼？哦，头针有可能会去插掉，疑不招对脑的对啦。哦，这个头针是虾米人呢？这个头针就是好友谊，因为公道种种案件了，对啦，好友谊作者拢未见配合国民党，啊，地书国民党哦，安尼也听，安尼也听。啊，都打吼，这个公道打完刷了后的时阵了，对啦，怕算要俩剑还，但是机向好友谊，敢那亲像，伊对好友来讲了，对啦，佮无准无分呢。这篇咱今仔日看到吼，民进党立法委员吼林俊贤吼，伊伫网络写了一篇文章，伊咧吼评论讲这个严宽恒呐，讲大势已去啊嘛，因为听你讲讲。这个好友谊叫人家点名，讲爱去徛台。嗯，但是好友谊袂愿去徛台，去个严宽恒徛台。哦，安尼哦，啊，好友谊袂愿，等那亲像早前，人咧讲吼叫好友谊去个，即个啥韩国路徛台，伊袂愿同款啊呢。啊，像这边咧公道啊，嘛是同款啊，大家逼伊表态，伊嘛唔表态嘛，无要表态。其实喏，这种新闻有当时啊咧报的时阵吼，听众朋友会感觉讲好友谊种理想。嗯。
啊，好友伊未对国民党的卡步安尼行到遐极端，嗯，我较烦恼的是这点，哦，唔是安尼，伊这个人是要抹灭虾米根啊？应该是安尼，系啦系啦，伊这个人是要抹灭虾米根啊？你中介啦，对 对，无你叫你讲好友伊，你若认为讲国民党，你无想要跟国民党行同路线的极端，嗯，你好友伊啦，感觉讲国民党这四个公道是无道理。你就勇敢讲出讲，这是无道理的公道。嗯，你应该勇敢表达讲，我无同意这种公道。有个爱爱嘛，爱个爱爱买卖啊！但是你要叫伊讲国民党的话呢，伊嘛爱爱买卖，这种爱爱买卖政治也上路。嗯，这上路了，这种的了。有当时啊，咱拢以为家己的人呢，但是这种的，你到尾拢红，已经到你边啊。上个时间啦，上个时间。来，我另外这种无同款的看法。嗯。还有一点，国民党没得力了。嗯，对啊，所以都不被处理了。嗯，嘛不被表态了。嗯，这是我家己的看法。嗯，国民党提起事也暗了，对啦，一点嘛都无意思了，对。像咱的像我同款。嗯，国民党你提这种案，其实我蒋连军那是你国民党的要角个对。我想安尼训练啊，有可能我嘛未表态。嗯，安尼啦，但是无好友谊，伊无爱表态，有也。有些官多啦，咱公署去，公署去有些实力啦。嗯，你听好不？以前嘛是一轰几把，嗯，对不对？在北市、新北市是人口上些所在，新北啊，一个地嘛都够高，嗯，够高，你听好不？哦，所以无要标材，总管一心外想，提这个都不利嘛，嗯，有可能是安尼啦。伊那其他提有道理，还有无标材，那个怪怪啊，嗯。你讲，你提这完全无道理，好有心哦，多坦然感官，你提这个无意思了。我感觉是安尼啦，啊，所以阿伯要安那，要安那，有可能付出了，因为这个目标才付出了一切哦。对啊，对啊，有可能付出了，这是惊险路哦。也叫擒拿跌啊，哎，有可能付出一切哦，伊的政治路线要安行。伊头壳拢莫能修啊，那我家己的个人的想法就对了，伊后边要安去。像那无迄个，咱历史这边只嘛对无信心嘛，是你听好无？也别当加入民进党啊，也别当加入啥个对啦。你政治前途有可能安就无伊。中老哥伊也关咪加入瓜东，我唔知，不可能啦。我是想是不可能的对啦，吼安尼啦。所以伊种人哦，有伊想法，有伊想法啊，但是伊其他安尼做，对也表示不好，对也表示历史。伊无可能啊，我来理解嘛。但是伊无可能国民党因为安尼，干你干咩？你看嘛，伊能够做啥？你国民党在伊能够做啥？无好处啦。是。伊无表态，对伊本身一点好处都无啦。你听无？无伊都要归我国民党表态来了就对啦。哎，国民党不一定这个会赢起来咧，嘛不一定，好对不对？所以这种政治啊，我看完是好友谊。伊唔知查过一上山，可能一个一种内涵的精神。嗯，我讲的意思，我感觉伊是咧上大位啦。啊，上大位，伊不应该，不应该讲目标来了。不，伊上大位的人，就是拢尽量讲安那。这当大家当上话嘛，我个人感觉讲，伊目标才对于是做胜的啦。嗯，这点国民党绝对不可能一关容易啦。嗯，还有赵一德。嗯。你想以政治路上一个走，这个政治前途一个走势，伊即个那赢伊个，伊即个那罗林的中国较第林咧呢？对啊，伊一个变林咧呢？伊变林咧呢？那个变林咧，人民国民党你看会听你呗？所以讲看国民党给他提名的，嘛是讲阮照常爱甲提名。我嘿，我不管了，听国民党的代志，对啊，国民党伊那是照常要甲提名，是领导的代志啦。嗯，但是对于是规个阿比拢来了。这吼，我那个在见的地拢一时啊，所以杨阿雄咱当然唔知啊，但是我是感觉讲伊阿个有淡薄啊，淡薄一种像咱的想法讲，你提这个无意思嘛。嗯，我变成天的乐趣啦。嗯，买个那个大观众，大观众，我个人的想法，我唔是咧支持好友谊哦，但是实际上伊是国民党的人，嗯，伊竟然敢坚持个安尼，你看嘛，台中伊咧白无，嗯。伊就做党啊，依然也无，写因两个无啥声，嗯，都好有伊上家啦。对啊，因为你靠分量，嗯，你有分量，所以国民党没帮你说，嗯，新加坡没帮你说啊。上个是安尼啦，上个甲武甲和伊相比，唔是人安尼上街好啊，对不对？安尼咱民进党啊，平常无必要。
民进党面对侯友宜吼，真正是一个做拍拍的棋啦，来讲真的吼。来来来，这边伊的意思吼、啊嗯，林俊贤的位意思简单讲是，伊甲侯友宜甲定一个。一个一个的看法啦，我感觉是，意思是讲吼，侯友宜最近这段期间那亲像一个方向的准标了。哦，啊，等下咱这篇个报完整吼，等下这篇个报完整，咱先来进一个广告。啊，连民再个倒转来，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号来感谢。我唔知道我就是不是变性啦，嘿，然后上次咧外务来从台东叫我两个，然后差点把您变性了啊，真的哦，嘿，就是咧阿边阿妈冠阿边哈，嘿，就是那个好像是淋巴球啦，嘿，前天我一直看医生的时候，我拢感冒就甲讲讲，今日来伊就讲讲关心啦，嗯，但是我这大脸咧，像咧那边生仔啊，咧一百多呢，哦，普普，这大脸吧，光那普通啊呢，安尼哦，啊现在哦，嗯，下去拢摸不开啊，哦，食石头山食咧拢无去啊。消极啊！你要相信啊！你叫我我头一个哦，就看油安尼哦，会看啊。现在没有了啊，容易啊。那不会，阿哥我挖哦，那个甲状腺嘛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有时候试看看哈。嗯嗯。然后我现在我是住二楼嘛。嗯。然后我现在规定的晚上爬起来到二楼啊，唔免讲平面门串串的再去行。好安尼。然后现在我可以去动态。会当去啊呐，会当去静态啊，恭喜啊！我那许多山今天有好啦哈。我我是超的嘞，我那食了后哦，这就兴奋嘞。嗯。下面就其他哦，其他安尼在那里乱嘞哦。嗯。哦，这故宫食两碗料等安尼哦。嗯。啊，我都听哦，直接隔壁我去看。嗯。拢唔知影啦。嗯。啊，有人甲我喊讲，会不会是病好不好的病症呐？嗯。因为我长时间拢在食药啊，我嘛就烦了。你长期拢食西药的对啊？哎呀，我想动不动的就会，如果他管的也是也好啊，反正。你看啊，大家就烦的了。嗯嗯嗯。啊，看劳保的时候呢，几乎等刚刚开，他电脑我已经看他看，那是电脑规定什么卡了？我看十几张啊，哦，你恐怖呢？你老婆呢？都冇恐怖去。我讲以前管啦，那小弟拢实在话啦。嗯嗯。我将平常就看，我就阿管在看，人家讲叫去结婚哦。嗯。哦，我是普文普个少干呢，什么事啊？就少到有鬼安尼啦。啊，我不食这袂使，我就结果婚就无甲普啊嘛，无叫伊咱甲普啊。嗯。然后哎，这阵子就好了啦，起码好去啊。啊，然后佮安怎你想得惊呢？嗯。我就更年期啊嘛。嗯。真无啊。嗯。啊，怎么这么来啦？嗯。啊，我就叫先阿公，看看毛片。哎，前几天通知无安怎嘛。嗯。啊，我就想看毛片呢。嗯。哎呦，那个妹子来的时候是很正常，这个颜色都很正常。嗯，颜色拢挺水的，对啦。阿公，医生阿公，可能你是就等到安尼个看看金马个这几个个洗个身体安尼啦，对啦。嗯，你个鼻啊嘞，鼻啊金马拢好去啊，鼻啊佮本来的脑还拢好去啊。然后更不是安尼哦，哦，我咧做缓嘞，大概吼，我头毛不会像讲人安多来安尼吼，孙嘞，嗯，是这么好，是这怎么好，怎么保养，我头毛拢烫烫，烫烫，怎么样？我咧，反正我认识的人都讲，你头毛哪敢烫啊，拢做起来啊，拢安尼翘翘翘翘翘，我是自然卷哦，动我就卷嘞，但是就是讲安翘翘拢袂水安尼，袂水袂金骨啊，啊人拢甲我讲啊，这我娘家隔壁阿姨啊甲我讲。你什么给你给你昂诶？嗯，哦，大家拢爱笑咧，我跟你嘛爱笑，我跟你嘛拍对你身啊，对不对？嗯。为什么头毛拢未水啊咧？嗯。我怎么保养都不好，我生嫩咧嘛不好。嗯我刚刚就去保养一次啦，是不好，不好。嗯。哦，我就这头毛嘛，我难找上水水的头毛。对啊，对啊。你卖头毛安那在经历水。从头看起嘛。哦。对头啊，看起。是的，那就做换咧。嗯。我讲我那五十岁啦，头毛吼，佮芝麻石头，这头毛就来卖的。嗯。结果你敢知道？我头毛拢白，中拢白了。嗯。结果哈，嗯，搞完之嘛，你现在就洗头干了呐。我头毛哈，已经白起来，白开眼哦哈，个大了会好看，会金骨，会头毛会金啊，对啦。他老公会出来呢，袂讲安尼疏疏安尼出。啊，袂安尼就咧无营养诶。啊，佫毋是安我亲戚呀，我头刚头毛落足白呢。嗯。我想哎呀，当我是说是什么病症，然后甲状腺干嘛？好了，真感谢杨师大，许多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，
啊，信南公司有独家提供的啦，啊，这么是广告时间啊，介绍咱信南公司优秀的产品，许多三家产品了，对吼。这心理上绝对要够用吼，咱两个心理上那是无用了，对啦。伊的技能传播会歹，像咱这小家人啊，同款了，对吼。啊，伊那是出问题吼，唔是干那技能歹尔，人病痛无紧尔。所有的这个周边的一挂这个效应弄出来的，包括头毛啊，还袂白起来，袂洗起来，规个翻白有诶无样咧吼，这拢是同款的对。叮当一个都规身骨拢叮当掉了对。所以要顾身体有用，那是人最重要爱去注意的所在了对。但是偏偏呢，即马文明变太济了对，血压啦、糖尿啦、酸痛啦，啊，一大堆啊，安尼。啊，所以有人想，敢那想要顾，但系无要用，结果都无多人想，咱家己想啊，会当乐观呐。啊，来啊，不是得找病医找医生管，那是这种情形，希望从许多咱信南公司产品挂登去吃，许多三个吃法嘛呢，吃三四个月啊，吃半当个过去了，有可能你也感觉讲，哎呦，我身体拢好起来，真正健康起来，啊嘞，那个是。爱去追求的所在了，对，无听到都不会讲，听到咱产品好好来个使用一下，希望公司大较有信心咧，吼，有啲无不了解，你拍电话甲咱做详细询问，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，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。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，这个是咱中国兵库会的教会专线电话。听众朋友，咱信南公司这回周年庆活动哈，今麦一个在继续，一个在持续当中哦哈。啊，咱特别报上掉这个周年庆活动的过程当中哈，能够再次祝各咱的朋友叮咛，去年咱信南公司送予咱啊，这个听众朋友的三倍券，咱的使用的期限到。十二月底哦，吼，到十二月底哦，恁来好好把握着恁家己的权利哦，唔能够过期，安尼吼，对恁的权利受损吼，安尼得吼，啊，对恁家不起吼，啊，做咱底家一个再一处，可能叮咛，去年信山公司送予咱大家。一三倍更吼，咱的使用的期限到这个月的月底啦吼。啊，当然，咱即摆现在信山公司啊，所来举办的周年庆的活动吼，咱是除呢个别信山公司产品十罐独家上三罐以外吼，咱有提出吼侪侪的奖品。买来和朋友做挑选啊，这种新呢，其中吼、哦，咱买十罐的朋友呢，你当个经水苏品牌的这个白体也未新鲜，的双耳汤锅一支吼、哦，一支就对了吼、哦。这是一个水苏品牌的这个啊白体啊，的这个双耳汤锅吼，一对位啊，真水吼。你要经济、这个，还是讲你要个经水苏品牌的这个陶瓷平底炒锅一支煎锅吼、哦，一支迄个煎。啊，一支煎鼎就对了吼，这种做素食，咱过年过节要用吼，做好用，真方便。你要个经六七七七，像咱台湾啊，这个人工制作的米皮一领，这拢会用一咯。啊，是你要个经信山公司吼，另外有三十粒装的这个保顺件啊，这个啊。有惠安所有喜乐星保顺健金立明一个有喜乐通原本咱是送三十粒，但是咱周年庆的活动过程当中咱送你六十粒，咱送你六十粒无吼，不管是这个信山公司的六十粒啊，这个精品的送你，还是咱独家所念的遐精品，你都是一道经济行为完结啦吼。啊，当然咱另外一处呢，个别信山公司产品五款的朋友呢，你原来有真侪精品新的，然后和你挑选哦。你买五款的朋友独家上一款，你也当来个经济白体也未新鲜吼。诶，这个真空壶一支，这800cc 的吼。800cc 的吼，即当装800cc 的水就对了吼。即、这个真空壶一支，你要个金白沙湾起都一条，啊是你要个金吼白体也白新鲜的保温杯一支，你要个金无患子的洗头毛巾一罐，金喷雾喷泽吼啊，即、这个一盒吼一盒，啊是你要个金清净海环保洗衫巾，即种会用钱。包括吼，咱即回买五罐的朋友，你够有一个新的产品能和你挑选，就是原本咱是藏伫买十罐即个所在，诶三十粒装的产品。这回吼、哦、啊，咱美国馆的朋友，你有来当来见我吼，阿姨内面有惠安所喜乐星保顺健，一个金立明喜乐通三十粒。咱美国馆的朋友，你有来当来见三十粒，和你做精品。咱独家念到，而这个精品的是一行一道金一行为完结啦吼。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，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。
来接到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，做来欣赏一首正好听的台语歌曲《伴随我光丹花》。感谢啊，咱哥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，转国免费的叫回专线，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，电话在时啊八点到AM的七点啊，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啊，咱这个周年庆的活动呢持续进行当中哈，公司甲咱准备真济，咱这个周年庆正好用正实用的整产品，要咱来做挑选了哈，咱就把机会空八空空空五八六。了办哈，来接了个那么那个连林俊贤的位吼，这篇吼眼宽很大些义气，后边一个问号。来这篇伊咧讲公道落幕了后啦，邓票的结果呢，煞乎国民党元气大胜啦，一直到个今嘛，一个咧来到，一个咧找建欢啦。其中被认为上界大的建欢，就是好友谊。一旦讲马哥在完全而且完美的闪过了这场的风波，
党内诶即个讨论、指责、批判诶声音，敢若真像对伊影响无大呢？政治上来讲吼，即个结果呢，对伊是有利诶哦。但是接下来的一场大战又要来了，侯友宜这场的大战闪会过吗？既然哪个有在调人闪过第二道的话，那亲像无想要帮助严宽恒徛台呢？莫非伊早就已经看出讲咱唔知影的代志吗？其实咱今朝那个看侯友宜最近这几冬的国处的表态啦，咱就会发现这个人根本就是政坛上界准的方向标啦。对2018年大选呢，就甲韩国瑜保持了距离啊，一直到甲2019年更加明显。就算国民党安尼一头安尼加热啦，认为韩国瑜绝对会选的都嘛，绝对会选赢啦。但是迄当时好友谊嘛，未愿虾米当代呢，最后惨败。甲罢免的负面的影响，嘛拢无波及到侯友宜呢。这次的公投更加厉害，邓票的进程的民调就对啊啦，同意票的就对啊，大家拢领先呢。但是伊摸着党内亲拿的积极批判，毕竟嘛坚持唔表态呢。这次正准的判断呢，就算讲政治立场无同款，实在嘛未当讲无配合这个人啦。咱搁再来个看这次，而这个台中的第二选区的补选，啊未到邓票迄一天的结果，当然拢无法度人去预测。但是侯友宜就是唔帮助严宽恒徛台，那亲像嘛已经讲出了一寡面格啊呢，是唔是的？那亲像吼当时啦，甲韩国瑜保持距离同款，来判断严宽恒已经败相已出了，徛台会去损害到伊家己的声望，因此伊又搁要搁再闪一道吗？搁再过几礼拜，咱就会当验证侯友宜这回的指标。是不是有够准无？国民党内底所有一个有理想甲为家己的政治前途可能的这群人，应该爱多多来个研究侯友宜的表态吼，来做参考。卖对，这个国民党的中央呐，还是见到哪这群完全吼背离民意的人，安尼底下咧起舞，啊那无家己靠政绩，甲选民服务辛辛苦苦所起造起来的个人的支持度，到尾啊，拢会去国民党吼，这块烂看棒。这是林俊贤吼，啊，这个李伟西啊一篇文章啦吼，这个刚才单讲好友谊，加伊本身身躯边一挂只所谓的目测有无吼，迄，那个目标了对，较巧。因自己其实因知影啦，赵少康带即个啥物咧正道拿啦，啊是迄个啥物咧有诶无诶，即个奇怪物件，台湾人民是愈来愈未接受啊啦，啊因咧是甲变愈做愈少尔嘛，对啊，哦对不对？啊好友伊要想要争大位诶人，伊哪有可能去扛即个少诶物件小夹诶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啊就在讲。尴尬，哎，伫咧即个着做啥呢？尴尬伫台中海线即个所在名声，好友伊家己自称讲伊是兴师出身的，什么种种，你叫伊阿徛台，你阿徛台啦，啊，其实你讲啥话啊？你阿徛了会被话晒啊！但是咧讲着好友伊吼，我讲一句上熟悉的就对了。尾啊，这东都秀的双股。也投给出啥？也投给啥？朱立伦啊，朱立伦嘛。当时个在朱立伦的是新北市市长，从刚刚又去做副市长嘛。公署去了就是栽培一人，有两个人。一个是咱那边的总统。对啊。边总统伊怎么会做个经政署的署长？我做个近代上官阶啊。经政署的署长，这是第一个头家。第二个头家，伊今仔踏入政坛。做市长，新北市市长是啥？是朱立伦。朱立伦，会做副市长，表现好。
都留轮流啉了，算掉。那那个叠高十高底门牌都不好。我对不对？嘛无嘛无人咧讲啊，嘛无人咧讲啊。但当时个当安那叠高十高十高底门牌啊。那我即马就是咧讲眼界的代志，今日我那赶快算了，就拢无人讲啊。哦，所以你个想，你这边他会处理的。今仔好嘢，当做新八旗市长是甚么人看的？朱立伦不是阿扁啊？嗯，阿扁是可以做经济书的书长，六零年后就无呀。嗯，朱立伦可以做新八旗市副市长和中间的掉，一路回副市长做起来了，依靠我从当选新八旗的市长。嗯，同时是要进来才做朋友。朱立伦在当主席的这双股接给你的双股的中间出线。今晚不接了四个公投，朱立伦没去说哦。嗯，你想没去找人吗？应该会啦。一直原来头到尾无表态，朱立伦无可能无去找伊啦。这也头家啦，今个栽培可以当做新北市市长的人，同款，无要讲就无要讲。嗯，无要出来就无出来，甚至上尾场啊。呀，那是无啦，伊爸不处理啊。嗯，嘛不搞啊！从始到终，你看伊坚持，有些想法，有些坚持，这点我钦佩哦。嗯，咱讲出去，无事啊，讲哎呀，兄啊，嗯，咱三个斗阵，只顾我啊，姚林啊，还是张建军啊，是啥？还不如阿兄啊，嗯，你出来跟我徛起来，嗯，你敢不来？对啊，一定会来啊。嗯，咱将心比心得了啦，嗯，对不对？你敢不来？对不对？阿雄，阿雄，拜托九年公，准老哥你来搞来搞冲节什么会的？我敢没去，有可能没去吗？你想看嘛？我讲这是用人的人性啊去讲啊，你听好不？阿来，就是人没去找，是我唔相信。一定有的啦，对啊，那绝对的啦。我这去吹讲，拜托你出来跟我讲真句啊，出来跟我徛一下啦。这个伊家写一个千里文，从始到终才这样比喻，还只讲我坚持无。嗯，伊把爱带领我朱立伦是搞栽培起来，我今仔做十八七十就是朱立伦的，不是阿扁总统的。嗯，从始到终才这样比喻，还让我坚持无。嗯，我唔知大家在想啥啦，当然啦，我唔买票啦，我唔买，我唔买那用啲脑筋去要伊嘅动机就对啦。叫你搞地，你讲下你唔多同意情况咧。好啦，另外一种讲法，咱讲下啦，是过命啦，啊，但是伊嘛看未起朱立伦啦，对不对？好来，好，咱先来进一个广告啦。啊，都系最近哦，啊，一篇文章就对啦。嗯，伊讲虽然是政治立场不同啊，好友谊啦，哈，是国民党嘅嘛，但是不得不配合伊啦。对啊。不得不配合伊了，对啦。我也是同款这种心情，对啦。因为好友谊安那讲了，对啦哈。无处理个国民党斗三共这件代志，这四个公道的代志了，对。对伊绝对是无好处。嗯。一点好处都无。但是伊做搞，嗯，无简单啦。嗯。我是干嘛？我系当公安的啦哈。哎呀，别咧上山还咱唔知。对啦。有可能是伊行事过去的应尽的这精神啦。嗯。我这个无道理啊。嗯。我变阿停得落去，安尼尔，一句话安尼尔。哦，哎呀，阿伯要小三公，我阿伯要小三公，迄种话天天有病，嗯，安尼，无咧计划，我话讲我无咧计划，伊阿伯要创啥，嗯，安尼对，我今仔听袂落去，听落我都无能过去啊，嗯，安尼是唔是安尼？阿伯所以不会想，我不会去争大位啦，嗯，啊，有人讲伊绝对要争大位啊，争大位对对国民党来讲，对对，这种啊国民党较有可能原谅伊啦，哦，你个笑，好笑。这是一个上该快乐的所在，声音上有爱，上快乐的电台。浓烟是火场杀手，火灾时向下逃生。楼梯没有烟时，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。楼梯若有烟时，请立刻退回到室内，关门并将门缝塞紧，阻绝烟雾。开门逃生前，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。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，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，打119求救。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。快乐联播网关心您。
高雄轻轨通到台铁美术馆站喽，之后要转乘台铁就更便利了。就是啊，而且为了庆祝通车，即日起到明年1月2日，轻轨全线都免费搭乘呢。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轻轨或捷运来参加2022台湾灯会会前会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就是史上最夸张的双舞台跨年活动，跨年搭大众运输，省时又安全。记得多使用电子票证或电子支付哦。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提供。好嘅，你看，这是 Toyota 新出现的第一只 Tang S 嘞。对，最大载重960公斤，唔管是要载鱼、载肉、排冷气，通通没问题。Toyota 奶茶好品质，当然啊，看得见。紧紧紧，咱来去订 Toyota Tang S 啦。Toyota 发大王牌 Tang S 交换金预购价46.1万元起，抢先预购中。全新龙胸虎地第二代100粒装，提升双倍一氧化氮浓度，内底有玛卡、管花肉纵容，效果加倍，快速补充男性精气神，男性荷尔蒙改善夜尿、频尿、性功能障碍，让你惊到有福，和阿哥有力。一罐100粒装，买一送一，只要3280元。你若摕500卷，只要3000元。0800-399-5999。面对 COVID-19 病毒变异株 Omicron 来势汹汹，接种疫苗是预防 COVID-19 最有效的方式，可大幅降低重症及死亡。还没有接种疫苗的长辈与市民朋友，请尽速前往合约院所接种。相关资讯请向高雄市卫生局网站查询。以上是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广告。快乐电波网，快乐狗狗屏97.5，快乐混家男92.3，快乐左代中89.5，快乐左代棒89.3，快乐华当98.3，快乐配偶96.7，快乐红虾91.3，快乐在玩精彩不盘，快乐联播网。现在时间9点整。吹破、洗吹老花、气化不净、敏感酸痛，拢会当来个使用这条白沙湾气膏，真正有效，佮兼会当过滤吹气化。像我呢，十几当前也就变严重，应该即马变健康的吹气化，这唔是我白讲的哦，确确实实哦。啊，咱听众朋友有想要使用，叫回专线台南控六79450079，台南控六79450079，感谢。双瑞雄，馆长选好双瑞雄。屏东的乡亲啊，大家好，我是立法委员曾水荣。曾水荣是律师，也是代代博士，是三届屏监第一名立委，为咱屏东争取高铁、捷运、科学园区，马替龙溪民争取福利。这届民进党屏东馆长的初选，那接到民调的电话，不管问你要支持什么人，拢爱大声讲出我唯一支持曾水荣，拜托拜托。庄瑞雄，庄瑞雄，馆长选好庄瑞雄。台湾人俱乐部张天君阿星姚仁在这为大家要来推荐一本真优良的书。
这本的册是叫做《奇幻真大观》，台语文囡仔古 CD 绘本。这本的册呢，这是由咱家人轻松广播电台制作出版的全台语故事的绘本，由咱台湾上界出名的配音员林宏雪主讲。咱也邀请长期关心咱台湾本土文化的作家吴岳水老师，也有咱的台语歌王谢明友小黑老师，包括咱的立法委员林强泽 Freddy 共同来献声，用咱的台语讲咱台湾的民俗故事，和咱的台湾囡仔听，咱卖个再听大中国思想的故事，和咱的囡仔来了解到咱古城西螺店立业新明的故事，也有咱台南古关区十门溪八角金银亚钢镇的传说，也有咱台湾人拢知影的魔神啊传奇。规本册有一百页，拢总是彩色的印刷，毛副 CD 哦。咱买当用网络来收听，这本册里面呢，也有台语的汉字、罗马字的对照。收藏这本册，会当和大人、甲囡仔做回来学习咱的台语文。这本 CD 的绘本呢，伫网络已经卖出超过1000本以上，定价是1150元。目前台湾人俱乐部的听众朋友，咱只要卡一通家人轻松广播电台服务专线的电话，0800-55-8-969，0800-55-8-969。这本册只要899元的优惠的介绍，咱册送到咱兜，送到咱的手里面，恁才付款付费。啊，那运费呢，就由咱电台来吸收，提供给咱台湾人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上界大的优惠。想要给咱的囡仔了解到咱台湾本土的民俗，阮伫遮推荐这本《奇幻真大观》，请咱大家当拍免费的服务专线。电话0800-55-8-969，0800-55-8-969，都有专人为咱来做服务，感谢您。好嘞，感谢啊！在咱宁波各电台刚相差播了后，咱个等下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，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-55-8-668哈，电话一在是8点到AM的7点啊，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，无清楚无了解呢，电话甲卡过来，公司拢会先困啊，来甲咱做回答哈，送回服务。三品加上三品，直接把咱送到咱的手来，这拢无把咱加收任何的费用。香山公司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电话，听众朋友 AM 七点以前啊，咱用专人来把咱做接听。啊，咱今麦的香山公司周年庆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哦。听众朋友，公司把咱准备真济正使用周年庆的赠三品，把咱来做询问、做挑选哈。咱选一项未完结空。0800-55-8-668，这部有点小李阿香，小李姚人，感谢的中年军，替咱线上来给咱做先困的服务介绍哈。好来，感谢啊，咱这里就做来听歌，听一首好听歌曲，随个来个进行咱的节目来。是，来邀请很多朋友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呢，就是咱台南市吴先生来点播中天军演唱的歌曲《乡愁的浓吟》，来《乡愁的浓吟》哈。好来，感谢。
是春风吹时阵，转眼落叶草无痕。今夜又是冰冷月光，照阮拢自恨。感谢啊，哈兰哥等来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哈，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班哈，电话会在时啊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，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，不清楚不了解呢，哈兰电话甲卡过来，公司拢会先困啊，来甲咱做回答哈，就你今日活动啊，咱持续进行当中哦哈。来，这个长啊，伫咧这个要做下暗的时阵吼，差不多六点或要七点迄个时阵吼，台南这个所在发生着这个地震啊。嗯。啊，长我完全无感觉着。其实我自己以后咧吃饭啊。这个人绝对有感觉，吼、哦，这个绝对有感觉。我嘛是我无这个。嗯。啊，我伫迄个所在咧啉王爷茶。所以无感觉，我无感觉，我无咧搞个讲地震咧，地震咧。哦，安尼啊，结果咱台南市吼。
市区的部分才差不多两斤而已，但是地动的那个所在是在南方，那也没有到这里就没多远，没多远啊，差一点不知道，结果可能是因为四斤哦，很重啊，对，这重不可以下台南市四斤，没有南方算台南市，哦，贵的都台南市，对啊，我们这两斤，市来这差不多在两斤就对了，以前有一个市，没有多，用四斤就大了，四斤就大了，这在咧昨个尾暗晚差不多6:59啊，发生着这个做规模4.6的地震啊，深度足深，它达9.4公里，达9.4公里，都一样吼，对，啊，最大的震度吼，在咱台南就对啦吼，台南只有达到4级就对吼，啊，但是市区这边只吼，就是咱古北的台南，它被合并之前的台南市啊，这差不多在咧2级啊咧吼，只有这个就做山的台南市的南西是4级。哦，台南市南西是4级，啊，嘉新是3级，啊，大埔这呢是2级，台南市2级，哦，啊，嘉义也2级就对了哈，啊，这个啦，坐的人较感觉较明显，就是讲无咧叮当啊，较较明显，啊，那是多在叮当咧创啥代志，是无啥物感觉就对了哈，好啦，啊，这个地震啦，照这个就做网络看到伊个地震的图画出来哈，当多伊个伫个南化水库。好了，你做一样的。讲多好，又伫南化水库内底，对哈？迄只能讲啊，水库啊，水甲看卖啊，看要流水无？水叫流了一样，看袂安那？对对对。伊个有个有只浅哦，有这个9.几公里尔就对啦哈。好啦，啊，这个啦，气象局咧讲，我咧个想应该是有哪会讲啊啦，正常的零量水，应该是安尼讲啊哈。啊，无啥物问题啊，有一寡所在咧造成停电啦哈。啊，但是呢，台南的这个水啊哈，啊水供啊，加加。加速公线拢正常，正常，拢正常，拢无啥物问题就对哈。啊，有部分所在呢出现着停电的状况哈，啊，拢太晚，赶紧抢修安尼就对了哈。这应该是无啥物问题哈。好啦，来好，啊，这是这个昨个地震哈，应该未少人感受到，尤其是住伫这个南西啦、玉山这边遮。当然，其他拢会感受到啦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哈，好来好，安尼简单讲，听众朋友插播一下哈，这是咱台南呢有一个地震的问题哈，安尼地震的代志。来，接下来我们来报一篇哈，啊，咱今仔日有伫自由广场看一篇这个阳明大学的硕士生叫做罗岩新哈，罗岩新哈，伊啊有来针对着最近这个朱立伦啊，包括郭文铁那个赵小康哦，这三个啊，这个政治人物就对了啦。敢那亲像吼，针对着这道的四个公道案吼，宣书唔认输吼，啊，佮公共一个迄个五四三的这个哪位，甚至昨昏的赵少康吼，佮批评咱大高雄地区的人，讲恁高雄人甲所有的台湾人做伙带落来吃来猪安尼，连这个话嘛吐会出来吼，真无水准安尼啦吼。来，那个听我这篇安那讲呢，讲要真做。是党中心的反对党，照理讲应该是伫啊，照理讲应该是在野党的使命呢。也唔过今仔日咱有看到这个哪呀好啦，白色的电影，或者一挂政治人物啦、名嘴啦，敢那亲像对这个公道的结果呢，拢有做出一挂无理的言论，互人忍不住害头。有这种的在野党，咱台湾还有需要敌人吗？作为国内第一大党，包括第二大在野党的主席啦，面对着公投的结果呢，国民党的朱立伦煞讲公投已死啦，民主独裁，政府胜利安尼就对啦。啊，那国党的郭文韬煞讲吼，选出希特勒到梅克尔需要时间，我即句听无。啊，包括吼，什么新历史啦、威权啦、更加强大吼，这是国党的郭文韬所讲的。这种胡言乱语的时阵，其实已经侮辱了吼，遐当下了无同意票的选民，留下了互人感觉讲即群人输不起的形象，输。安尼怪东怪西，就是无要检讨家己啦。这就是朱立伦啊，这个郭文铁啊，两位党主席的可比之处。
只是用这个酸葡萄这个小人的心态咯，乱用独裁啦、宽慰的大顶帽啊，去个弟弟蔡英文政府的身躯顶，透过着侮辱别人、抹黑别人，加吼对这个公道的名义吼，来满足自身的阿 Q 式的精神胜利。因永远都无多人自己反省，为什么自身的四些东四些东西，两好两尊重的主张甲公道的结果会脱节呢？蔡英文政府伫去年总统大选连任胜选的感言呐，又讲到国民进党赢是民主。国民党赢嘛是民主，台湾人上届好骄傲的代志，将来拢唔是特定的政党的胜利，我这是公道，敢唔是冤啊安尼呢？无论结果啦吼，是几些同意，也是几些无同意来赢出胜出，迄拢是直接民主的成功的典型。遗憾的就是对朱立伦、郭文天两个人迄支嘴当中就对啊啦，讲出着因吼的潜意识认为讲安那呢，只有我赢才算民主，那别人赢就拢是一款安尼啦。而且这颗的公道的议题当中呢，出尽了风头的见到哪的精神领袖就小康啦。伊个吹票的话术搁较厉害，讲啥物若无出来当票呢，就是支持民进党。起先是吼食遐迄群选择吼唔当票的选民的豆腐，伫这个公道，而这个大局已经决定了后，又搁称呼讲这次的公道无法多人展现人民做主最高的价值，非我族类拢交台，这种的思考方式，同人知影。朱立伦、郭文铁、赵小康这群人，讲讲一寡吼，迄、那个哪话五四三的啦，除了凸显家己的北长正的。伊个背后反民主的思考模式，对咱台湾的伤害又搁何人害头？相信的就是，这个赵小康昨昏伊甲咱高雄地区的人相声，讲高雄人逼转台湾人出来吃奶猪，伊伫要讲这句话进程，伊乃无爱讲进程，马英九逼转台湾人吃奶牛啊，对啊。这个颠倒是现在在参与吃奶猪都吃无的时阵嘛，啊，搁咧讲这个笑话吼，所以国民党和这种人继续崛起好啦。对，是战斗啦。系啦，叫做什么战斗人就对啦吼，你又因继续回去崛起。现在理性都无，现在理性思考的领袖，人个是。这公道就是人民在表达自己的意愿嘛，对不对？你也管台湾哪道？是啊，不是？啊，投落了，你爱尊重啊，吼！啊，何况你是输的人，那什么所在？所以，这个失败的人吼，为着输啊，去找借口安尼啦。啊，成功的人是伫咧输的当中去找原因嘛。嗯，哦，对不对？就差伫遮尔嘛。啊，你不是当下掉迄有诶无诶吼？这马紧啦，互伊去掉好啦吼。啊，不离个呢？咱这边是真正南部去补北部的票，是哦，真正是南部的南部的无同意哦，去补足北部的哈，啊，这个我那爱加注意就对了哈，这个公道，我那有展现出一挂这个民意。这个公道也二十万啦，嗯，哦，差二十万票，二十万票安尼就对了哈。是讲我投票率低啦，对，投票率低，投票率高哦，唔知要变成安那，我唔知啊，不人会当了解，对，安尼啦哈。所以到比如的时候呢，你个想了对了哈，比你写的评价了对了，你写的评价了哈，主要无登记啦，好多无离开，好像十八个高雄、屏东无登记啦，普通咱你写的评价拢会出去投，哎对啊，那个拢会去投较济，那个拢会出去投，哦，那个出去投，所以说呢，也只二十人票，二十八人票了对了哈，甚至个门槛门槛。两边都没过啊，哎，对，两边都没过。公道的门槛两边都没过啦，嗯，但是只要赢就好啊。对啦，主要咱是全部。咱今仔无出去斗了，即个有可能伊会中起来嘛？系啊系啊，对不对？好好，安尼啦，
哦，虽然伊是有那门槛无过，有那未过啦，对不对？但是咱嘛是在处理头啊，咱个台工也门槛未过，对不对？我讲先时先那这这个啊，免处理头就是免处理头，伊门槛未过啦，哦，对不对？所以红旗大这个是啊，伊门槛两平个门槛拢无过哦，咱虽然二十几万平尔哦，但咱门槛嘛无超过迄、那个，公道诶，迄、个公道门槛就对啦。所以民国因绝对是失败，因绝对是失败就对啦。哦，安尼啦，啊，虽然咱是个赢，那么不贵呢？对啦，其实两边的基本盘有出来，但是阿个无全部装出来，哦，无全部装出来，对，阿个有就是讲这四个题目。对咱台湾一般，咱所谓在讲的迄个中间选民，就是讲伊无政党倾向的人来讲，对因来讲，因嘛无啥物兴趣，嗯，哦，伊嘛无啥物兴趣的，对，所以这边的投票率实在是无悬，咱讲真嘞，吼，投票率真正无悬。啊，但是用安尼要来怪罪高雄人，讲啊，你这高雄恁台湾呢，你害台湾人拢食来煮，赵少康你起码属于甲恁爸买出一两台煮的吧，我看麦啊，你去买一两来，我看麦啊，看买有啊无？对不对？连迄个小话阿爸见阿国民党都甲你讲，好一种南北的好啦，吼、哦。这条的公道是嘛，听市区人讲的噻。公道进前的民调吼，好、哦，包括吼民进党总动员，咱咧四个去做宣讲吼，咱一个心肝头里讲啊，这稳当叫国民党过关哩。不啦，进前的进前民民调啊，哦，而且看得到的怎么分？那先从国民党的过关呐、啊，吼、哦啊，尤其是来猪插上风啊，阿叫登出来耍呢，阿啦吼，迄个后天无过去。咁吼，无动也个动，安尼算算算，老少讲啊，你若讲你若咧没过用了，对啦，你规日都来长期买投起来，假起来啦，对不对？哦，你规日来算过用些钱，电话机买个算是里面啦，里面蛮多啦，对啦，好，你报好机会好唔好？你来过用算话嘛，算起来过用些钱电话啦，哦，好啦，来啦，阿只公道已经过啊，吼，两年来未当搁再同款的议题，是啊是啊，未当搁提来查了，对啦，吼。啊、但是咱阿边爱面对的就是啥呢？就是日本福特，日本福特的食品，对，福特五关的食品哈。啊，咱这边家呢，即马爱开始找时间。咱的政治人物啊，什么种种拢应该爱落去讲安尼落去，因为咱英国澳门啥拢开放。本来都咧讲啊，啊咧讲的中间哦，即个公道即个无过啦，吼，对不对？无同意票嘛，对不对？吼，安尼。他说日本日本好多个哩，就开始用处啊，用处啊，黄万黄万，系啦系啦，日本就来咧讲啊，就对啦吼。啊，是来讲下，这拢会当好啊理性去讲的，但是伫台湾只要卡着政治，这个理性自然就会无去，吼，真正就是安尼吼。我咱头拄啊咧讨论着好友谊吼，稍等下咱后边来，咱讲过完开放口音的时阵，哎。听众朋友呢，咱卡电话要来讲，你眼中的好友是什么款人？无啦，那反正听众朋友稳当类似，非平时。无啦，把紧阿公，你咱来咱看讲，伊这个人伫咧足些关键的时刻，伊的选择吼，咱必须要坦白讲哦，伊的选择拢是正确的，伊特别拢会要想迄个种、迄种争议性的话题。你个像，哎，那不是像呢？我来，我知，那是直接讲我无被处理的。有啊，所以当像呢，大家当来讲一下侯阿侯友宜这个人，真正有可能是未来民进党一个足大的对手哦，这要注意哦，伊这种人搞不好真正会去吸引到所谓的中间选民呢。哎，都搞不好就是安尼嘞，吼。有可能嘛，像我做事，做个管事长做事，我都别跟做啊。有可能嘛，像安尼啊。冇可能啊，我有九十九块门牌，我也唔免烦恼。主要多行动，多新的一个行动啦。未必你比国民党冇可能啊啦。因为每个中委国民党，我底下要提权啦吼，冇可能啊。国民党绝对，国民党这种东西是难行啊，彻底嘞。对，上好是安尼啦，哎啦，上好是安尼啦，吼。啊，这个就到等下啦，可以那要讲好友谊，大家来讲话，以这个人。啊、主要就是讲伊迄个判断，甲伊的迄种迄个种做法就对哈，会影响到咱这个阿伯，这个搞不好有人会介意也无得空呢，这要注意呢，有当时啊，这个怎介意？介意另外就会输啦哈，你就是讲的顺来要有理性啊，对啦，你要做对不对？这个做啊对不对？像迄个做顺来的时候，我讲。虽然是条不共，你喜欢推动，但你今做这個我来钦佩，哦，我也钦佩，这个是人的想法就对了。
你今天做这個，咱这边国家没讲，你这有啥？有计算？哎，安尼无道理啊！嗯，安尼无道理，你听我。嗯，哦，对不对？伊是用国民党做咩个？做咩指示啊？诶人呢？对不对？以后不要做伊个工作咧，被冲上。对不对？爱人本国民众的啊，人本咱民众大家也对啊，不信你嘛啦。对啊，对不对？有必要的，这个让国民党怨叹，和民众也怨叹。嗯，是不是？你个想？好友谊之类哈，哎，我爱这个注意讲，哎，嗯，伊对台湾甲中国的关系哈，是，伊唔捌发表过意见。嗯。嘿，伊这个人嘛发表过意见了，对，所以这个人只大物件，伊都无咧表态了，对啦。都老争议性，伊都唔表态了，哦，这咱个注意一下安尼啊，吼。好来，感谢吼，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，生产公司咱全国免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吼，来啊来来。你讲这个公道案吼，民进党政府会当公司安全过关啊，然后会当吼。啊，也当讲放心吼去做因的代志，但是咱即马面对的吼，来第二局的选举就是明年将会初九，嗯，一月初九吼，台中第二选举唔再是一月初九，唔是，一月初九的，哦，一月初九吼，台中的第二选举吼，这场是真重要哦，啊，台北林昌佐的党，啊，迄讲的时候我有私底下有去迄个问咱台南的这个立法委员吼，这个丁武啊吼，我有去无条伊吼，我咧问这个这场。就是林正義吼，含国民党严宽很即场，我即个选举目前即卖民调是安那，嗯，啊，伊是甲讲夹卡，哦，夹卡无搞，爱个病吼，夹卡无搞，爱个病吼，是，迄个所在绝对是艰难的选举，因即个啥，因暗的要做啥，咱唔知啦，嗯，明的，咱我都看会到，那夹卡是好正好数啦，正好数啦，就这样。但是夹卡爱注意讲，现在卡常常出来三个，讲要选，哟，去选。啊！你三海出来要算的，有啥物作用？你敢知影？收银啊，哼，不是，这三海出来要算的，咱即卖用其他的所在来做一个比例来讲。阿星阿甲钟大哥咧算，嗯，我甲钟大哥两个人都要卡，是来讲嘅，两个人是卡。阿星阿呢，会去找一个姚林啊，你有哪出来骂钟大哥？要叫钟大哥票，叫我的票，我叫你的票，因为我看钟大哥在对劲嘛。哦，咱两个在对劲的时阵，我开啊，我先金大鱼，我来开。我知。啊，你出来除掉骂啥物人，骂张天坤。嗯。啊，骂落的时阵，即马对钟大哥反感的人，伊的票会分你。嗯。有的人会打我，啊，有的人会打我姚明啊。简单讲，就是另外三个有可能吼跳出来骂严宽的啦。啊，邀请伊，你们要，那你晓得。大概就是安尼就对啦吼，这以前选举就捌发生过这种情形啦，就捌发生过这种，我家己去叫人个出来算，啊来背，讨厌啊人个票。我回去时阵那是卡了对啦，嗯，对这个林清是较有利，嗯，尽量是大家呢啦吼，因为伊说得就对啦，卡。这上难办的咧，嗯，大概是讲算了一个，就输了一个，就拢未看一个咧。好，来，刚开始一个变头啦，安尼啦。好，来，进广告，小等下，咱就来开放可以的电话，然后感谢。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。这个是咱全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。来接下来要来跟咱听众朋友做介绍推荐，这是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。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，这是由着咱加拿大尾巴油厂所来制作而成。而且啊，伫咧制作过程当中是经过吼啊，咱高科技来做萃取吼。这个高科技就是专门啊，利用这个螯合技术配合 PICS 这个高科技的萃取。这是咱拜尔博士伊所研究出来的一种专利的螯合技术。这超临界萃取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。当然，这嘛是经过吼啊日本啊韩国，包括美国、加拿大，这个眼科医师啊所来认定，目前就是吼拯救视力危机的名药。
当然咱内底成分有真济，伊有红素、玉米红素，包括花青素、小米草，包括吼、哦、啊决明子、稀油等等等等，真济行的物件。即所有的物件，如果你若无来利用专利的熬合技术来甲做萃取了，会坏就对了啦。当然，咱的成分会大大的减少。简单讲就是讲，你无这项技术来甲做萃取这的配方，你所吼得到的这个效果未当真济。啊，所以咱啊尾巴啊，咱尾巴药厂吼啊，咱拜尔博士用这个专利的熬合技术来研究这的物件，这是目前上界新、上界安全，而且是上界有效保护目睭的良药。听众朋友，咱平常时啊，你都感觉讲有视力的减退，白内障、老花眼、视网膜病变、黄斑部退化、老白油、白眼症、大眼症等等，甚至你本来都已经是近视，尤其是高度近视的人，你拢会当来搞挖科。来个挖课吼，啊，当然，咱平常时，如果你那是讲吼，啊，时常咧用电脑啦、耍手机啊、来看电视的朋友，包括你的工作是需要去进这个小小的物件，大家拢爱看，你目睭一定会比较吼，较容易损害掉。啊，是讲吼，啊，咱啊，长期间吼，伫外口咧走外步，不管你跳多摆，还是讲你是开车的朋友，有可能你会挂一支乌林的目镜来保护你的目睭，这真好。但是如果你若长期间安尼落来，对咱的目睭的伤害嘛是真大。恁拢有可能吼，会提早比人吼早一工着白内障，吼白内障。啊，当然，如果若是讲有遮个镜头，诶，朋友包括吼你的头脑、你的事业吼，是咧看遐物件的人，你会当来吼挖掘咱的金立明第二代吼。啊，恁信山公司金立明第二代吼，这是由着咱加拿大尾巴油厂吼所来制作美食啦吼。来，接下来去另外要来给咱推荐介绍吼，这是咱的圣山软骨素。咱圣山软骨素里面有真侪成分吼，真侪成分拢是日本吼专利啊的成品的物件。啊，这软骨素里面伊有日本的专利，就是软骨加原，包括日本专利乙酰葡萄糖胺。这个乙酰葡萄糖胺，伊最主要是咧吼修复咱受损去的软骨。硬骨，包括咧制作吼，咱关节吼凹翘，不管是啊，这个手的部分，也是讲脚的部分，这个凹翘关节这个所在吼，制作以骨长骨长，和咱这个凹翘的过程当中会当润骨，吼会当润骨，那像从咧尖肌油迄一般，安尼咱就较袂去伤害着咱软骨，啊较袂去伤害着咱的硬骨。啊，如果咱这个啊关节这个所在，如果曾经有去受伤过的话，有可能你这只骨长骨长，而且功能会减退。啊，这个功能如果那是减退的话，你吼、哦、啊分泌出来骨长骨长，伤过头少，还是根本你无在掉，人去分泌骨长啊。你当来个挖去吼，咱圣山的软骨素，日本专利乙酰葡萄糖胺专门咧制作骨长骨长。如果若无只骨长骨长来甲咱润骨的话，咱的手翘、咱的脚翘、咱的关节的每一个所在，真容易会去损害掉。简单讲的是吼，你打碎咧磨吼，你迄个软骨咧去磨下去，啊磨下去就抓了去，你就磨着软骨，就是开始关节咧疼痛的时阵。圣山软骨素内底也够有连德糖、小分子、加元两百，包括维生素 C， 也够咱的美国 NEC 两百分解加素，也够有爱尔兰有机海藻钙。这个爱尔兰有机海藻钙吼，这是补充着咱人类。骨头当中的钙吼，上加有效的物件之一。当然有真侪啊，迄、那个产品啊，伊拢强调讲话，伊的这个产品内面会当补充钙啊，补充什么钙？当然迄是吼，因所啊因的认为。但是咱直接要甲听众朋友，要来甲恁介绍目前补充钙上加有效的物件，就是咱的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物件。所以这个物件就是咱这软骨素内底主要的成分就对了。所以用这多件的台中朋友，有人给人介绍我非常清楚了，对吼，非常详细吼，初分啊，什么种种拢跟恁讲啊，非常详细。软骨素加着金立明的第二代就对。除了这产品以外，信兰公司还有希乐通，希乐通专门的过去等候清洁。这灯啊，若无清洁是袂使一个了。怎么这灯啊白听哦？你家上看偌济个着，惊死人！吼嘞吼，所以用许多经常听咯，许多通全部治疗灯啊白清理个着。这个
是感染性人公司，我就这个系统，这你把这团研发来了掉。阿和技术，他都要人工阿和技术的是种物件，所以相信话，我能等下清气，卡别去记得去等下白天，这非常清楚的掉哈。所以阿个人五宝系统清，这会用哈，未使回楼客，会用了楼客掉了，像咱一条狗啊，你赶快就掉楼客也疼。开始怕人杂七就对了，有的东西就对了，开始疼，那条狗就不痛，不痛就会臭汪汪，做上去的话，会更赶快意思就对了，人家脱掉就对了，有关系我们走不服了，在哪里看不到哪里，在心中看不到哪里，后来会不痛，在脚不痛的，你把它清净了，做上去的话，这五宝虚毒清来吃，保顺健，南树平安盖贺善病的地方哈啊，帮你出问题能怎样哈？像波顺给惠阳所，日本韩国今年销售5000万辆，台湾多多多电台改咱的做的呢，米巴接触团就关火咱做安尼两样哈。所以主要这三病以外，能用许多山这三病来做搭配做使用。有人不了解，怕点我做详细说明。0800-0500-0500-0500。0800-0500-0500，这个是咱中国民付费的机会转线电话哈。来接了，咱们开放热线电话，和咱听众朋友大家稍微来开讲啦哈。咱现场的热线电话269-9456。269-9456，带来麦电话我关心，麻烦个加空六感谢。来，感谢，谢谢你好。啊，三位主持人，你好，平安啦哈。那个赵少康哈，伊那个唔知影通悔改哈，啊，那么我们一可能想讲国民党阿个输了无够热啦，阿个阿个输甲互伊较大底安尼吼，咱也完成伊个心愿啦哈。那么伊有通食，有通食，搁要嫁出来害啦哈。过去呢，咱南部伫新达港遐，咱拢发电可以用啦哈。那么起码咱自己有台积电也要回来嘛哈。然后这个默克也要来啦，联发科也要来，以及日月光 close 掉四个子公司要回来台湾，然后现在已经在 interview。伊即马咧应征人员啦吼，那么恁若互恁有通食，恁阁食个起来害。电即马嘛未瘾，互恁恁台北咧用电家己去发啊、然后呢，咱的税金，阮尤其是阮高雄市啦吼，阮高雄市工厂拢设伫阮家，物量伫阮家，税金拢伫恁遐收诶。好、那么赵少康这个人是看利益的人啦，因为伊进前甲伊的前某离掉。啊，前某离掉去都去娶一个姓梁的，因为姓梁的迄个因好亏得嘛，好金钱好资源嘛，好、那么中国广播公司高玉人要以15亿来买，结果马英九没有以15亿卖给他，10亿可以，好、也总金额是10亿，那么10亿安怎付诶？一亿安尼付，那么一当来底，跟他中共什么蛙哥，什么广播电台呀，一当收16亿，16亿的租金来一当来付你一亿，那有啥物事呀？当然伊免本啦，当然伊免本的嘛，所以伊一个在那乌白剃，因为国民党是和国民党这摆的输，才和咱剃光头，剃光头，佮唔知阿在悔改，是因为伊这个战斗蓝来的嘛，哦，你无实力，佮底下咧乌白咧背嘛。所以讲，
一波实力呢，1994年的时阵，他就是阿扁手下的败将了嘛。嗯，对了。一败将啊，你搁出来在那咧，在那咧背你背啥？你有啥物理论？你有啥物基础？你的 background， 你的 background 伫倒位啊？嗯。哈、啊嗯。然后呢？那讲伊要教蔡英文变哦，佮无蔡英文的一格格个，无蔡唔值得蔡英文的一个卡模啦。嗯嗯嗯。蔡英文会当用英文去教人 negotiate，、嗯、去教人做 bargain， 嗯，啊，去做贸易的就是说协商啦，或者是说我阿咩安怎教你讨价还价。嗯嗯。赵小康，我要请问，你有这个本事啊无？无、嗯、这个本事，你嘴塌起来较尖的。是是啊。好。多谢谢谢，来你好你好你好，主持人大姐，张天君的张天君的首歌吼，我愈来愈爱听。啊，你来变吗？讲这个四个公道啊，四个公道，这是台湾人的希望啦。因为台湾会当走向全世界的国际贸易，这台湾人的希望啦。啊，这个医疗中的代志，这个赢是赢啦，医疗中的代志啦。我怎么你讲迄个台中第二选区啦？在拢坐坐二三区，这因款两因老爸这同个片，这片仔拢同款，拢四人款啦。咱了死啊嘞啦，咱了死啊囝嘞啦。伊这拢乌道的背景，啊这向个爸个无情无义的。啊，在拢坐二三区的人吼，目睭白有金啦。转了林正仪，伊输啦，安尼较对啦，好，安尼好不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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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，谢谢，来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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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当然主持人好，啊，别总统好。今麦今仔个讲这朱立伦哈，咱个标题要讲这哈、個。啊，朱立伦我是认定是伊是真过身啊，啊为君主啦。嗯。因为哈，伊当时伊个疫情的时阵，伊拢向中央策反抢票满掉啊，啊要封城啊，啊要规矩的啊。嗯。啊，伊个迄个疫情迄个防疫旅馆，伊也无要去处理啊。嗯嗯。但处理点点嘛尔。好友谊啊。嘿嘿，对 对, 對、哦。啊，我今麦讲好友谊，咱进行迄个绿色和平哈，有用这个扛棒哈。但伊讲一句讲，啊好，迄、那个好物理，伊讲没办法处理核安嘛，哈、嗯，伊就阿哥、啊、没办法处理核废料嘛，哈、嗯，伊就袂处理得启动迄个当核电嘛，嗯、啊好物理是毋是第一时间就出来讲啊，讲是绿色和平移花接木啊，讲混淆视听啊、嗯，啊，这个人真过身啦，啊，伊、这国民，伊这个人就是输钱，看着公道，已经，伊当个规个民进党出来，已经再无希望，说国民党会牺牲这何友谊，要、嗯、选2024年的总统。所以是用一个暂时性的医生，啊，先来保护掉的。你甲看因国民党一挂议员嘛，讲无论如何，伊个安奈嘛要转互伊呢。所以这是算一贯的恩情，台湾人卖个好文笔啊，卖个脾气啊。好，哎呀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我来你。阿青兄，哎呦呦呦呦！我拢讲重点，40秒很消音嘛，电视的节目啊。来啦来啦，边宽衡，东岛以前伊讲三街那煞走，阮台中爱烧火炭，一起予台北，所以照讲伊台正反对的，伊讲讲对哦，所以我赞成煞走，我讲你敢听哦？嗯，所以讲，假讲伊讲伊讲，若煞走了，台台中爱烧火炭哦，假讲台反对较对啊。所以伊讲伊赞成迄落煞走安尼，我的意思讲，连宽很切，完全拢空心的啦，完全一逻辑都互相矛盾。按今仔日三位大哥按来帮幺零归队，爱快乐的出房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来个张姐，来个，喂，哎，这个。喂，董哥你好，你好，那是插卡的啦，插卡。国民党那边在落这时，这水位时，才有轮到台湾人去起头啦。嗯嗯嗯。你啊看五吨伊唔是同款，嗯嗯，对不？嗯。所以哦，叫伊就头壳较清醒啦。嗯。哦，其他哩国民党啦，一旁风顺，轮不到台湾人当家。是啊，是啊。大家要。头脑清楚一点，是是是是是，因为因家己在清楚，诶，应该台湾人无必要去骂因啦。对，哦，谢谢，好，感谢你哦，谢谢，来，你好，你好，喂。我问恁国民党者吼，恁国民党啥物款？即摆都拍个面貌嘛，恁无一个要落台，真奇怪。啊，咱咧防疫全世界做了算个嘛算上水诶。是啊。啊，一个传递几个，没人讲啥物咧？哦。哎，那陈楚庄官一枪毙命，那心惊的感觉。见到吗？见到吗？哎呀，那
输个这样迷茫嘛，啊，真正无一个免落台，啊，做个乱的，做会多啊，就乱在咧乱的，就小康的这个呀，一些废渣少，吃饱咧出乱的，好好好，还是靠伊媒体大呀，啊对，啊就是靠伊媒体，国民党哦，我你若台湾无改吼，请恁包包登中国啊！因为你只敢在配合中国吼，要甲台湾促成哦，中国去听。我跟你讲话，伊那有法多创成，伊创这个公道，什么公道、白大选，这是上恐怖的做法呢。你较早，阮是三十七年做的，较早伫个咱那个抗议的时吼，咱为民主的抗议的时吼，啊，宪兵会长看啥来着？迄个都是咱的黄信介无，徛里边啊，讲你讲啥潮？伊讲无啊，我伊讲啥你听无？哦，啊咧，咱黄信介问伊讲你讲啥？没有，我说冲啊！你也神经的，你神经团的哈。所以讲从公报就讲这个公道白大算就是咱经经历过嘛。专家四个讲过了，讲是不是？啊呐，忽然间卖讲咱的百姓讲暴动了，因国民党想讲制造这个。反渗透一点好不好？怕用这个啊，啊反渗透来的是中国政治在给你修啊，那个啊，对不对？这样共产党想要的就这样，谢谢，来了来了，谢谢来了，大家好，啊这公道白大选，而且关这届世界四项公道，这是你国民党恁提出来的呢？两项啊，伊提两项。哎，哎，这安尼你那刚刚在要为，我先讲的好有意哦，这个人哦。真阴沉啦，真阴沉啦，你阴沉啦，阴沉啦。这后街你若国民党，若讲我提出来吼，啊国民党民主嘛没倒去。你想，你若无提出来，啊你唔是要提啥？你想够可怜。哎呀，啊等刚才讲做咱副议长拢迄对，恁。你将台湾这只船甲变过，啊，咱副议长这边出来字咧，讲未使变过，哦，这只船我就变过，啊，台湾台湾就死啊咧。我说副议长拢以为，啊，你今天要讲变船咧，你就将这台台湾这只船咧甲变过，咱副议长说未使讲起来，个字咧讲多，莫变过，变咱台湾人就死啊。哎，安尼哦，好，谢谢，本来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哎，三哥。全部的同志大家好了。其实我的想法是不敢看，因为哦，我看到这敖友仪的小，那个少年的是读金庸的小说哦。这个哎，对君子见略不群呐。哦，我靠，都是金鱼得的，他爷某，他爷查某，竟然让他欺骗出卖啊！啊，这为了他的目的哦，而且哦，你讲大家讲国民党袂当容下伊啊，但是咱想的出路啦。花文杰他们也杀出去哦，他们两个会慢慢吃国民党的票哦，当然是对咱来讲这是未歹，但是这是一个长久的威胁吧，因为这路的料有可能乌白不分呐，哦，因两个这你反攻袂拢共路，一个是言不及义，啊，一个是左右晃来晃去的，哦，就所以这两个到时候会其实长久来看一下。咱中辈是多三块钱我收，是，都差不多拜六啦，拢在我伫拜六遐就开始咧影响落来，哈，有，这边要注意一下。